鸡巴一直是过年真重要的食材，不过今年有可能要过年时会买无鸡巴，连摊贩嘛是真无奈，表示连年买买嘛是爱用配给的。鸡啊，阮是用粗啊，料啊，啊，哎咯，我听人讲过年无鸡好卖的，我得爱照分配的。嗯，啊，袂啦，袂偌济算偌济，免烦恼。鸡啊贵压力就大。鸡巴为今年五月开始，就因为电在政策的推动以及饲料成本的增加，让不少人放弃饲鸡，所以鸡数量是大大减少，价钱嘛对咧直直起，让真侪家庭主妇是买甲手会软。足贵个啊，差一只差百几块，加百几块。压力就大了。当然啦，啥物生活拢嘛压力足悬个。有变贵的感觉。在台南的传统市场卖鸡排摊商都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了，不过今年遐尼贵的鸡排计小心头一年拄到的。一二十年嘛才贵过，今年上好价，对，足好个啊，遮利润足好个。我懂，退货嘛是加减会啊会啊，爱叫你爱反应咯，会咯，嘛是会呢。啊无法度啊，伊这市的人成本嘛悬啊，啊阮这销嘛，你敢若青一斤就百二三块啊了。三成有了。有啊，人较贵，人较唔买啊。较唔买啊，嘿啊。